大家好，我是李明轩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位于16-18 Cato Street Hawthorne East 的三层高端精品办公楼。该项目占地2269平方米，可租赁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，带有167个地下停车位，自然光线充足，并在每层配有露台，可瞭望墨尔本 CBD。项目地理位置极其优越，被一众精品咖啡馆和绿植空间环绕，譬如说 Crew Plus Cafe 和 Hall Street Provider， 更是临近两个大型购物中心 Turanga Village 和 Home Co. Hawthorne East。驾车经 Turanga Road 可快速抵达莫纳什高速 Turanga 火车站和 Gardeners Creek 自行车道。Hawthorne 一直以来不只是备受欢迎的住宅、零售和生活区，更是许多大型企业和机构的总部所在地。位于该区域的16-18 Cato Street 是办公、自用和投资的理想之选，完全出租净收益更可接近250万澳元。16-18号 Cato Street Hawthorne East 将通过国际出价意向书形式出售。如需获取更多资料或陪同考察，请随时和我们的团队取得联系。